谢谢我们的台湾汉语，他们带来精彩的舞蹈表演，谢谢。好的，欢迎现场所有的朋友们来到我们台湾汉语大的舞蹈评分现场。我们这场表演又正式开始了，准备了非常多的礼物来送到大家的手上。最想要礼物的朋友，请记得给我三个字，叫做“台湾大”。最想要礼物的朋友，记得给我三个字，叫做“台湾大”。来，先送我点袋子到你的手上。好的，那请问大家觉得我一个人发礼物够吗？马上热烈的掌声，欢迎我们台湾大女孩一起来发礼物给大家。好的，我们今天一口气请到五位超级可爱的台湾大女孩一起来发礼物。所以现场朋友要把热情借给我喽，因为我们要最快的速度把礼物送到大家的手上。所以想要礼物的朋友，记得给我三个字，叫做台湾大，非常好。好的，我们今天的现场准备了很多很多礼物，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最好用的四 G。就请问大家，你们知道四 G 跟三 G 谁比较快吗？四 G 比较快，对不对？所以请问，如果你们想要使用四 G， 哪一家的品牌速度最快？台湾大哥大的速度最快，对不对？那问问现场的朋友们，如果呢你现在想要升级四 G 了，哪一个品牌可以满足你们的需求？没有错，来后面的朋友就好了。那就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台湾大哥大第一名的四 G。好，那大家知道四 G 其实有分频段，知道吗？还有的朋友，亲爱的朋友，大家知道，如果你的四 G 手机是支援700的这个频段的话，台湾大哥大有没有？有，对不对？台湾大哥大是有的。那如果你的手机是支援1800的频段，台湾大哥大有没有？也是有的，要让所有支援四 G 的朋友都可以来做使用。好的，那另外呢，当然呢，请问现场的朋友们，大家知道吗？台湾大哥大给你们的是最大频宽哦。请问频宽越大，你们上网的速度是越快？没有错。那所以你们如果想要最大的上网速度的话，请问你们一定要选择台湾大，没有错，非常好。好的，所以呢，今天来到台湾大的朋友，礼物摸到咚咚咚，往前飞。好的，所以今天来到台湾大哥大的朋友呢，我们不但搭很多很多礼物之外，还要跟大家介绍到的就是我们最厉害的资费方案。那今天分享的叫做四 G 好礼专案，让大家来看一下四 G 好礼方案，非常非常的划算哦。手机只要0元，所以请问大家手机多少钱？0元，没有错。请问大家0元，换句话说，手机是要钱还是不要钱？不用钱，没有错，非常好哦。所以呢，请问大家，手机免费带回去之外，还要不要送礼物？要，对不对？我们还要送礼物给大家。所以现场的朋友，如果呢你们想要得到免费的手机，还有免费的精品家电，你们一定要来到台湾大，非常好。所以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了三样精品家电，让你们三选一。好，第一个是什么？第一个是 Dyson 的吸尘器。有没有朋友觉得家里地板好脏哦？有吗？因为今天我们准备了单层吸尘器，请问以后你们家里地板会不会亮晶晶？会，对不对？因为家里地板都超级干净的。我发现这边朋友声音每次都有一点点小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觉得这边朋友声音很小吗？有，对，声音稍微大一点点哦，不然礼物等一下就会往这边飞哦，好不好？好的，那我们今天除了呢要让大家的地板都亮晶晶之外，还帮大家准备了电视。有没有朋友家里的电视想要换一台的？有吗？有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请问来到哪个品牌？是台湾大，非常好，来到台湾大大，今天还送电视。好，那再问现场朋友，有没有朋友觉得来自仔逛了一天，每次回家脚都好酸的？有吗？想不想要美腿肌？所以今天哪个品牌要送给你们？台湾大，非常好，今天我们还准备了美腿肌要来送给大家。好的，那除了四 G 好礼专案之外呢，我们今天还帮大家准备了更厉害的方案，只要在台湾大哥大申办任何一个绑约专案的朋友，每满1000块钱就可以获得一张抽奖券。请问满2000获得几张？3000块获得几张？5000块获得几张？5张，非常好。所以请问大家，如果你有越多抽奖券，请问你的中奖几率是越高？没有错。好的，所以要让大家人人都有机会得到大奖，而且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大奖非常好哦，有行动电源之外，有没有潮流耳机？有没有最大奖是破除的精品对表？有吗？请问哪个品牌很贴心，帮你们准备了圣诞礼物？没有错，台湾大超级贴心的，连圣诞礼物都帮你们准备好的。好，那更厉害的是呢，只要来到台湾大的朋友，凭着我们任何一个合约以及你的发票，都可以兑换一张抽奖券。那这张抽奖券可以换什么？可以换机票哦。所以请问大家，
想不想要得到免费机票？想。对不对？想要得到免费机票的朋友，一定要来到台湾大飞翔，因为我们今天还准备了免费机票来送给你们。在每天的真心观赏舞台活动，就会抽出长荣航空的港澳双人机票来给现场幸运的朋友。好，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来到资展的朋友要不要加码？现在是最后两天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一定要再加码。所以来到资展的朋友，台湾大哥大最高再加送1500块钱的电子礼券，请问我们最高加送多少？1500块钱的电子礼券就送给大家了。好，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七大创新服务。今天只要体验七大创新服务，有没有礼物呢？快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。好，首先第一个介绍到的叫做 My Book， 请问大家，如果有看电子书的朋友们，请问你的手机可以来阅读吗？请问平板可以来阅读吗？可以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请问大家，我们的电子书非常的好用哦，只要一个账号就可以来阅读电子书了。请问你们只需要几个账号？非常的厉害。好的，接下来分享到的叫做 M 家，有没有朋友知道 M 家的有吗？好， M 家是台湾本土非常好用的一个通讯软体。那请问有没有动态贴图？有。有没有表情符号？有。有。可以送礼物？有。所以我们还可以送礼物，送的是真正实体的礼物。所以如果你想要请你的好朋友吃蛋糕，可不可以真的拿刀叉起来切？对，来现在朋友接好了，所以 M 家非常的好用，让大家呢都有礼物可以拿。大家接礼物的时候要小心小心哦，小心安全。好的，接下来呢再跟大家分享到的是 My Sport， 有没有朋友喜欢运动？有。喜欢运动的朋友，如果有一个软体可以帮你们记录下来，今天跑了几分几秒，跟跑了几公里，你们说很贴心？有。非常贴心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如果想要拥有最贴心的 My Sport， 你们一定要来到。这边的朋友来接好了。好的，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My Video， 有没有朋友喜欢看电影？ Yeah. 喜欢看电影的朋友，请问来到哪个品牌有最新的强档大片？台湾大，没有错，因为台湾大哥大帮你们准备了好莱坞的最新强片，要让大家呢都可以随时随地看新片，有没有贴心？你会来接一下。好，接下来分享到的叫做 My Music， 有没有朋友喜欢听音乐的？有吗？前会每个人都会唱新歌，有吗？会，对不对？赶快接一下了。所以呢，来到 My Music 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新歌在里面，让大家想听什么就可以按下去，直接就可以来听了，有没有很贴心？有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现场朋友，如果你们想要选择 My Music， 一定要来到哪边下载？台湾大，非常好。好的，接下来最后分享到的是游戏，跟大家分享的是 My Play One 社群玩站，有没有朋友在打电动的？有吗？请问你们要不要去下载宅点？要，对不对？因为平常都要找宅点才能找到游戏，所以如果今天有了 My Play One， 以后你们还要去找宅点吗？不用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很方便？只要打开，全部都可以做下载了，是吗？没错。那这次跟大家分享的游戏叫做《龙之守护》，是目前韩国排名第一名的游戏哦。所以如果大家想要下载到排名第一名的游戏，不要来到。礼物接下了。好，最后再复习一下，我们就要送大奖了。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大奖是什么？是卫星导航哦，很多朋友都超喜欢的卫星导航，今天现场就要免费送给大家了。而且还有我们的二奖，二奖是什么？二奖是 HTC 的五月天耳机塞，有没有想要？有。那我们一人先拿一个，一人先拿一个。好，那等一下在送完大奖之后呢，就要把我们厉害的五月天的耳机塞送到大家的手上喽。好，那先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大奖有多厉害。今天呢，为大家准备的大奖是卫星导航，直接现场直接送好吗？好，包含配件包都在我的袋子里面，等一下一口气直接送。好，那这个呢，我们等一下呢，现场就要直接送到大家手上了。所以，如果现场朋友们想要拿到超级大奖，你们一定要来到。如果呢，你们要办四句，你们一定要学哪一家的四句首选第一名？如果现场朋友们，你们要享受到穿透力最强的四军，哪一家可以满足你们？如果要推荐朋友使用电信公司，你会推荐？好，彻底感受到大家非常热情。那今天我们就由 Sabrina 来帮我们选一个热情的朋友哦。想要礼物的朋友，你们在哪边？台湾大，非常好。好，请问 Sabrina， 你想要怎么选？你要选最热情。
情的，还是选择最大声的？最高的。还是选择好，他想要热情又大声，又热情又大声，而且如果能够吸引沈冬雅注意力的话，也可以哦。所以想要上马的朋友也可以赶快把握机会。那如果刚刚有拿到台湾大哥大的袋子的朋友，赶快举起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举起来有加分，好不好？有拿到台湾大哥大的袋子的朋友，赶快把它摊开举起来，让他把台湾大的正面朝着我们。好，等一下沈冬雅看到还会加分哦。来，准备好了没有？给大家三秒钟的时间准备，来，一二三，好。我们就要正式开始了，数到三之后，请让我听到热情的“我爱台湾大”，天棚要整齐哦，“我爱台湾大”。让大家，我们等一下喊五声就好了，快速喊五声就好了。那“我爱台湾大”，“我爱台湾大”，“我爱台湾大”这样的天棚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好，那我们要开始喽。那看看谁能够吸引沈冬雅的注意力，预备，一二三。来到哪个品牌体验？还有礼物呢？有更多的礼物都在哪里？思想最优惠的方案都在。好，那我们准备喽，数到三之后，我们一人选一位，亲手交到你们的手上喽。所以数到三，请告诉我，我爱台湾大，好不好？让我们里面的工作人员都可以听到，要大声哦！来，准备，一二三。好，刚好说不要让大家太累，毕竟才第二场，不希望大家第二场就怂下了。好，那我先选我选到的，刚刚选到这位美女，恭喜获得五月天的金黄成单。好的，那沈冬雅你选到的是，好，台湾的帅哥，那区区选到的是，好的，那大爷选到的是，哪位的姐朋友，红色衣服还是白色衣服帅哥，是不是？好，那可强你选到的是，好，旁边的帅哥。那接下来有外面还没有拿到礼物的，最后的礼物要来送出去咯，因为等一下我们马上邀请大家来到台湾大哥大里面来做体验了。那我们最后复习一下，请问大家四军好礼专案手机要钱吗？不用钱。请问有没有送精品家电？有的，有的。有没有很大方？请问来到展场的朋友们，只要买多少钱就有一张抽奖券？1000块钱。那请问最高加码送到多少钱的电子礼券？捡的电子礼券，礼物捐不出去。好的，所以请问大家，活动结束之后，来到哪个品牌体验七大创新服务的四 G？ 还有礼物，台湾大哥大非常好，所以请告诉我现场的朋友们，如果呢你想要体验到最棒的四 G， 你们要选择台湾大。来预告一下，下一场舞台活动会在12:50的时候准时展开，所以请问大家，12:50的时候要来到哪边？台湾大，我们一样有准备大奖的，大家来拿。来送给这边的朋友喽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开场5秒钟。